今天是农历腊月27，全国各地都有哪些年俗呢？一起来长长知识。腊月27，宰鸡赶大集，大年初一是不准动刀的，一些菜会提前准备好，比如鸡就会在腊月27准备。这一天，家家户户要宰杀家禽，赶集采购年节物品。汉族传统民俗中，在这两天要集中的洗澡洗衣，去除一年的晦气，准备迎接来年的新春。京城有27洗旧疾，28洗邋遢的谚语。腊月27洗浴为洗福禄。民间传说正月里不能剃头，因此一般都在腊月27之前剃头理发。俗谚称27剃金细，28剃傻瓜。